丑了，太丑了，我要拿远一点。哎，还是太丑了，怎么办？男孩化了一天妆，妆都脱掉了，很不想承认这是我。嗨，嗨，哦，我要戴个口罩直播怎么办？有没有口罩？等会儿我要戴个，哎，没有人吗？真的没有人吗？没有人吗？我说了我会开直播的，我没有歌吧？我等会儿去把那个房间名字改回来。嗨，大家晚上好，不错嘛，一起修仙，对不对？真是的。哦，我太丑了啊，怎么办？哦，因为今天早上拍生写，然后大早上化的妆，化到现在脱的七七八八了，然后现在非常的丑，我要戴口罩直播的吗？嗯，等会儿啊，太丑了。那这样子和那个电台有什么区别呢？一直没睡就是为了等我直播，是不是？好了，你们没有看错了。真的不用啊，很丑哎，我真的觉得现在很丑哎，很丑哦，真的很丑哦。还是戴起来吧。阿彪回家了，就回个两天。对，这也是为什么我刚刚一直不开直播的原因，因为我刚刚在路上，所以就不好意思开直播。然后现在回到家了，然后就是赶紧开了个直播。就是这样子，虽然还不认识啊，对啊，虽然你还不认识我，我还戴着口罩，可是你还是要听我直播，因为只有我在，真是同情你啊，没办法，有什么办法呢？这么晚，哎，你说我家会不会就在关口隔壁呢？当然不是啊，我肯定是一两个小时前就是开个直，过的关啊，还要我介绍啊。番薯在哪？哎，我看到番薯了。晚上好，为什么要戴口罩？因为太丑了，现在。哦，对吧？啊，我要卸妆，感觉素颜都比这个好看。好厉害的普通话！哎，说起普通话，我就要跟你们聊聊四川话了。我跟你说，我的四川话可好了，是不是哦？嗯，我觉得是啊，没，嗯，就这样吧。不要告诉别人，我告诉你们，要是 staff 姐姐发现了我回家就开直播了的话，她可能就回来把我 call 回去了。嘘，不要告诉别人。重庆的吗？重庆的，我说了我十分钟后要开直播了，你们怎么不看呢？这是我不是在那个房，我告诉，哎呀，我告诉你们，我可能是你们认识的香港人里面说普通话说的最好的了，没错吧？请不要艾戴王，我告诉你们，我今天就是已经展现了我的腿长，走得特别快了。就是为了赶在，对啊，只有我直播，所以他们就算不认识我，也要就是被迫来看我直播，真是难为你们了。还好有番薯，对不对？是的，你好，我是 GMZ48 Team G。等会儿我要用四川话来说一下，啊，
大家好，我是 GNZ448 的妹子，妹子，妹子。感觉你们在笑我，我感受到了，对吧？你们在笑我，是不是？还好啦，没有很难为啊，毕竟我语言天赋好嘛，就是随随便便啦。女子啊，对哦，如果我的 staff 姐姐看见了，他们会叫我关直播的，虽然我会选择性的装作什么都没看见。对不起，我还是普通话比较好吧，对不对？好吧，我是你们认识的香港人里面普通话说的最好的吧。对对对，这个就对了啊。顺便觉得不错了，对不对？我怕扣钱啊，很怕呀，超怕的。要不关了吧，还是有点心疼自己的钱包的。湖南的湖南的哦，我是四川的口音，不是湖南的。哦，我告诉你们一件很悲伤的事情啊。今天我过关嘛，然后我就没有过人工的，我就过自助的。然后他那个过关那个就是有一个是看脸的，有一个是按指纹的嘛。然后我指纹那个呢一按就过了，然后看脸的那个呢就卡在那里了。然后我很尴尬的就不好意思，我这里过不了。为什么？因为我化妆了。对，眼妆奇怪吗？要不我把眼妆卸了吧，对吧？我把眼妆卸了可能就不奇怪了，对不对？那我把眼妆卸了。好，我把眼妆卸了，等会儿。妈咪，要不再倒水呀？啊，I'll be back。啊，喂，你小心你最好，小心点。没有易容啦，我觉得我还是没有易容，真的太好了。反正我戴口罩好奇怪呀、啊！哎，你们怎么听得出来那么远的声音？等会儿，这个角度好奇怪。嗯，哎，好奇怪啊，被看着卸妆的感觉。眼睛有变小吗？好像变小了耶。对不起，黑眼圈太大了啊！不是了，是那个卧蚕啦。啊，不是了，是那个睫毛没卸掉了，睫毛没卸掉了，睫毛没卸掉啦，不是啦，讨厌。不修线啦，我是睫毛没卸掉。有时候觉得自己素颜比较好，有时候啊，不过通常都不是。唱降落伞为什么那标准？因为我普通话好啊，对吧？哦，没有卸掉了，睫毛还是黑黑的。今晚食咗，今天什么都没吃。今天晚餐，今天是5点钟吃的晚餐，所以现在还不是很。眼睛好素啊！啊，眼睛突然好小啊，有没有？要不我把隐形眼卸了，就看起来比较好一点，因为还没有卸干净啦。这不是黑眼圈。不是黑眼圈，只是没有卸干净而已啦。
有小吗？好像有小哎、欸、啊！好像真的，我还是把另一边也卸了吧。啊，好奇怪呀、啊！七兆偶像，谢谢。啊，感觉，嗯，啊，还是这样子，还是对吧？现在眼妆奇怪吗？现在没有眼妆啊，现在眼睛还奇怪吗？现在眼睛奇怪吗？奇怪吗？奇怪吗？不奇怪了吧？还好啦，不会，不，没有那么奇怪了吧？眼睛没有变化。哎，你们这些真是的，怎么没有变化？我懂的就变好看了嘛，真是的，哪有没有变化呢？我眼睛还没卸干净呢，黑黑的。这边卸干净了眼睛。对呀、啊，对吧？变好看了。我为什么？因为我刚回家，才刚回到家呢。所以，我而且妈妈在厕所，是吗？哥姐，我，哎，不要这么过分好不好？我一回家就问我姐在哪里，真是的，每次都是。就是找完彪姐就找彪妈，找完彪妈就找谁？找谁？哎，彪爸都找了，我都不想说了，真是。还有谁你们不能找的？有没有彪姐的孙鞋？有机会拍给你们啦 ，OK？ 彪狗，哎，很难得，你们居然还能记得那只狗狗。你要标霸，来来来，标霸一个是不是？来，还有狗狗的，狗狗不在了，你们要推的人都不在，只有我好不好 ？OK， 真是的。嗯，对嘛，借你灯光好一点。嗯，要推姐姐啊？为什么？彪妈在，好吧，区别还是很大的，只是因为我两边都卸了，所以就看起来区别不是很大的样子了。转推，哎呀，我告诉你，真的，你们的推只有我在了，你们的二推、三推、四推都不在了，真是好喜欢这一对妹子和你们同台。我有跟这一对他们同台过吗？同台过什么时候呢？啊、嗯，好像就同台过一次吧。我叫阿彪 ，Bell B E L L E， 然后是那个美女的意思。然后呢，哎，你们懂的了。哎，凤神话说多了，哎，我也听习惯了，对不对？三队联合共演，对，好像就那么一次啊。说的好像我很经常指那个三队联合一样。嗯，眼睛好素啊，现在有点彷徨。我刚不该冲动的，你知道我那次跟佩佩说我要素颜，我要卸妆，然后他就说你确定你要这样子做吗？对，该剪刘海，主要是今天做了那个造，今天拍深写做了那个造型，然后喷了发胶，所以看起来有点油油的。我睡觉睡啊。等你们嘛，你们不睡我怎么可以睡呢，对不对？哦，你说 Z 队的待遇啊 ？Z 队，妹子们都很好看，嗯，我觉得我素颜比化妆好看，可是他们不觉得啊，对吧？我明天再开个电台吧，我要今天让你们看看我的美貌，然后明天再开个电台，因为明天开个电台。彪爸还没回来，我上次直播是熬到彪妈放下班了，我现在要不要熬到那个彪爸下班？
真的吗？硬。待会儿去看看我们的公益，来，这时候标题赶紧发那个连接出来，那个什么连接，那个合集连接，懂了吧？啊，现在还在上班，唉，你们懂的，我们24小时都在上班呢。不熬了，哎，我感觉你知道吗？我最近觉得自己秃了，我一直觉得自己不会秃的，可是最近觉得自己好像开始有点秃了。哎，说实话，你们镜头看我是不是黑眼圈很重啊？我要不要卸干净一点？我感觉还没卸干净。为什么不去戴王那边浪？因为那边人太多了，我是一个容易害羞的女孩。主要就是，我打字慢，而且我网不好。然后每次进去呢，刚打完字，然后你们就刷上去了，然后再加上网真的很差，你们那边怎么回？对不起，发现自己好丑啊，刚刚发现那边，对，然后就特别不好，反正就是，然后一进去就太卡了，就卡回来了，是吗？秃的基因只有男生有吗？好吧。我是不是该？我好像是，哎，养我一岁呀？一岁？啊，养个？抽哪儿干？没。对不起，你笑起来就太丑了。女秃子也有，哪有这样喊的女秃子的？真是的。抽了吧？啊？已经抽了吧？啊。等一下。好。哇，这样看黑眼圈好重哦！哎呀，还是没卸完妆啊，烦死了！我去照一下镜子了，等会儿。果然没卸完啦，眼圈都是黑的，没卸干净啦，超黑的。刘海少好看，我有一次公演刘海少，然后就上镜有点奇怪了，毕竟头发多才是我嘛，对不对？啊？彪彪回家哪里不一样啊？我还是我好不好？等会儿，我感觉我现在要控制一下我的表情，因为我很难猜测我在你们的镜头出现是一个什么的样子。彪，我觉得我适合大光明，我都没有大光明过，你怎么知道我适不适合大光明呢？可能他把那个另一个推认成我了，因为。家是总是让人充满着力量的地方，对吧？对吧？撩撩上去试试啊！你们要求很多哎，真是的，我已经卸了妆，你们还想我撩大光明？我男装公演那个不太想说，你们把他那个忘掉好不好？真的，男装公演那个太丑了。因为，好吧，我坦白一下吧，我头有点大，然后就是普通的假发戴进去呢，大家到这儿的刘海，我到这儿了。就因为头有点大，没有啊，我妈没看过我男装。大概是因为我聪明的原因吧，所以头有点大。应该是这个原因。你真的把我当成什么什么那个什么一次性满足你3个愿望吗？我也知道了，有一次我也觉得我大光明好看，我什么都好看了，只是时机未到，你们懂吗？时机未到了，然后
等我下个月把牙弄好了就 OK 了。不懂，感觉今天我还没睡够。对，我还没睡够。哎呀，哎，这群人，哎，明明刚刚为什么房间又不见你们呢？哎，现在一开电台就出来了，我很怀疑，哎，你们刚刚都去哪里浪了呢？嗯，牙不要弄特色可爱。我跟你说，今天我已经这个礼拜被第二个人问，阿彪，你牙什么时候弄好啊？房间没有提醒吗？我已经跟他们聊天聊了三个小时了，真的聊了好久啊，我自己都吓到了。为什么我打字那么快，你们那么慢呢？真是的，我都要嫌弃你们了，懂不懂？真的吗？我觉得我牙不好看啦，不要总是就是，我知道我什么都很好啦，可是总是要有一点缺点的嘛，你们懂吧？不要放心。我网，对，网太慢了，对不起啊，这边的网速不太好。我觉得我卸了妆会不会脸比较对称呢？感觉现在脸可能对称点，可是我觉得我真的没有卸完，我没有卸完，好脏啊，好想卸掉啦。我妈普通话真好。不要，你要一边卸妆然后一边直播，感觉很奇妙，懂不懂？你们不懂的啦。嗯，彪妈好玩。我妈现在皮肤很红，刚刚她以为家里就不要进来谁了，因为我没有告诉她我要回家。你好，你好热啊，睇起身系咪？嗯，唞下先啦。快1000人了，这比我电台的人还多呢，真是的。你们就不能欣赏我颜以外的东西吗？我除了颜，我还有才华，好不好？不要整天看着我的颜，行不行？真是的。回家做攻略。不是啦，真的回家就是休息一下，回去妈妈的怀抱里面抱抱妈妈。对，我很甜好不好？哪里甜了？ Smile。 你知道吗，我第一就是我是上个月公演才开始，突然有第一次有人私信我，阿彪，我就是被你的眼秒到了，这样子私信我，哇，我那一瞬间懂我。你们知道吗，真的，我第一次有人私信我说阿彪，就是你懂吗，毕竟在公演上面我的才华比较过人嘛。少点看私信。我机长很温柔啊，你是不是把我认成别人了？没关系，尽情庸俗嘛。是不是这里打字比较快啊？这里就可能认成小小了吧，我。你们就是。有时候我觉得我和小小也长得挺像。你们队的公演叫什么？叫新的旅程啊 ，Team G Gen Z 48 Team G 的，是吗？好吧，可能我有时候也挺暴力的。哎呦，我真秃了，妈呀！我也想把 B
鬓角撩起来会不会比较舒坦一些呢？妈呀，怎么这么秃啊我？哇，发际线高到这里来了，哇，好厉害啊我，哇。我不知道，我明明也是，就是你们怎么绑鞋带，我也怎么绑鞋带，然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上去，我鞋带就散开了。我没有飞鞋啊，好吧，飞过一次。哎，你怎么知道我妈就在隔壁？哎，我已经短发了，还不够短吗？还要我再剪短一点吗？我觉得我已经头发挺短了。对吧，我不需要啦，我头发很多你知道吗，我好几次想弄那个卷发了，然后就被那个造型姐姐说不能弄啦什么什么的，然后有一次拍生写，然后我真的弄了，然后就像那个漂亮的李慧珍里面的那个李慧珍，金丝丝丝狗丝丝毛丝什么狗啊，对吧，发量太多了，真的对不起，我不看了，只是微博上面有那些动图，好野啊。对不起，我也 hold 得住啊，那个泡面头，到时候你们看我生写就知道了，我非常的 hold 得住，而且很完美的 hold 住了。 OK， 晚安啦，大家早点睡啦。其实我看着我的眼睛，听一下我刚刚那条语音，在房间里面的那条语音，再配合我的眼神，感受到了吗？你才喝急。你才喝洗澡水嘞，不过没有不过啦，不过什么？我准备几点睡？我准备，哎呀，我怎么每次开直播或者电台都是要等洗澡水啊？好烦哦！我要是哪天不洗澡，我可能就不开直播了。哎，也不是代表我不开直播或者电台的那几天不洗澡，我是有洗澡的 ，OK。有什么办法，我刚回家，我一回家我就来开电台，我连妈妈都没抱抱呢，我连妈妈都没抱抱就来跟你们直播了，你曾感受到了吗，我真诚的心和充满着番薯的味。没有吗？我妈才不会像你们那么刻薄好不好，我妈很甜的。那你们又怎么不睡啊，你们明天不用上班吗？班组是什么梗啊？你们告诉他们饭偶像是不需要睡眠的，我告诉你们小偶像也是没有晚餐的。今天明天又不是礼拜五，明天礼拜四啊，为什么那么快就放假了？为什么我不睡？因为在等洗澡水，就是，这不叫笑的有声音，好不好？笑的有声音是这样的，这样才有声音啊！这样有什么声音啊？这样子是帮我配两条眼泪，好不好？愿意愿意，我跟你说，我今天真的很困，我今天大概就是9点多起床。团子10点钟做造型，然后他9点调了9点钟的闹钟。你说我们9点钟就算了，可是我们昨天晚上好像3点钟还是2点钟才睡，哇，简直了，好困啊！妈妈 ，Hello， 哭。晚睡还很骄傲，我没有很骄傲，为什么我晚睡呢？因为我很 busy 啊。
因为我很 busy 啊，对不起，我要 check 一下我的 schedule， 我等可能我等会儿也有事情要做了，好不好？我不玩，我不玩农药的，我只玩连连看 ，OK？ 就是代表你们还只是对我很片面的了解，还没到番薯，还没成为番薯，等你们成为番薯就知道了。我不玩王者农药的。我这样子笑就是遗传了我爸和我妈的结合，我妈的笑声和我爸的声量，然后就变成了我了。对吧？是啊，你妈笑有点大声。是吗？所以我就 plus。 那笑就笑大声啊，玩过呀玛丽。开心笑就笑大声一些点。我公演就回来了，就回来一天半，两天，一天半，两天的时间，很快就回去了。你们都是黄黄的黄黄的番薯，我是白白的白薯，哈哈哈哈。你快一回来过来，然后罗番薯被番薯吼了，根本没放水果的东西。紫色的贵，白色的更贵，好吧？我刚刚说是哪边脸好看？我记得我拍升学的时候是给这边脸姐姐。嗯，对对对，就是这边脸好看一点，对吧？因为我妈也知道我喜欢吃番薯啊，我每次回来我都会把我家的番薯都吃完的。我已经跟你们商量好了，就已经决定好了，我圣诞那天我要拍番薯，我告诉你们。就是到时候每人一根番薯，就不吃蛋糕了，好不好？就为我们的应援会节省开支，顺便也让你们感受一下番薯的魅力，好不好？我怕你们爱上番薯，到时候有人跟我抢番薯吃呢。哎，你们问的问题我已经在那个房间里面问说过了，好不好？我会让我的公演流芳百世的，我告诉你们。番薯不便宜吗？哎，番薯不是还不贵的吧？番薯是吗？我没有开美白，我真的，我真的没有开美白，一点都没有开美白，没有开，这才是叫开的美白，有点欺诈了，对不起啊，嗯，没有开美白的。哦，手机要没电，我还要10%电，这句话让我有点，我脖子还是很白的，好不好 ？OK。这样子很过分哦，我告诉你们这是不对的哦，我脖子还是很白的。嗯，还是很白的。嗯嗯，是啊，我也想洗澡啊，没有水啊，到时候我感冒了怎么办，真是的。要不一水啊，差不多啊， OK。代表请问晚安，你讲乜嘢啊？亲爱的表情，晚安。晚安，我妈告诉你们叫你们睡觉了。佢哋而家唔叫表情啊，叫番薯。叫番薯啊！番薯好值钱，蛋白粉又高，营养高，值钱啊！番薯好贵啊，依家。吓，真噶？依家有钱人食噶，以前番薯系穷人食，依家系有钱人食噶。真噶，哇！我发达啦！真系噶。我妈说番薯以前是那个穷人吃，现在是有钱人吃的。被你们发现我很有钱了。我们有食堂啊，
而且就算我买过送买过菜的话，也是以前的物价，好不好？你家有钱，先吃粗粮。哦，我很穷，我想吃鱼刺。狼行。为什么不可以？温仔食。插仔嗰啲系咪？系啊，听人食。我先唔要。加啲草先。知道了，我读历史的，我懂了。知识看弹幕，你至少能用 TVB 那点的粤语知识看弹幕。你知道他们以前多过分吗？他们发拼音给我，我连我都找不到哪里有知识可以支撑我的弹幕了。哎，不知道吗？我读历史的。对啊，我读历史，我看起来不像读历史的人吗？一看就是文化人了，好不好？我会自动过滤你们，告诉你们，你们打拼音，我会把它读成那个四川话，像好不好？我看起来那么的，等会儿啊，哇滴，哇，等会儿，我本来就不会看了，你们不要放那么快，冰一边。个 leafy woman， 那肥 woman 系咪啊？不善你离世，不善不善不胜你你领你领领领史领领史领史，这是脏话吗？领史。阿彪彪彪好好，哎，这个我知道啊，这个我看得懂啊。那你堆开，那你堆推拉来来啊，哎，这真是泰文吧，这是泰文吧。你是啊 woman 啊，对啊 woman 啊，我们哦，我们。好，你要打个空格，我才知道它是分开的呀。就是，这不怪我，这不怪我。这是，哈哈，至少我会拼它。某种程度上说，我比起之前我是有进步的，之前我都看不懂，我现在至少是看得懂了，好不好？我是有进步的，懂吧？你们应该就是称赞我一下，懂不懂？我有进步了。心疼阿彪，哦，心疼，心疼。同我现在说英文我都有种同你啊，同你，我现在说话都有一种我不知道什么的口那个腔了。你六岁就会的东西怎么夸你？通你，对，我英文还是可以的，对吧？我最近觉得我的四川话真的不错，真的。你们有什么话，算了吧，我放弃了，好丢脸啊！我可以把今天的直播删掉吗？感觉我精神不太好，我感觉我是过了假酒的那个时间之后播的直播，我感觉我现在我不对啦，这不是我要的啦。
我跟谁学的四川话？我跟很多人呢、啊，我们团谁是四川人，我大概就跟谁学了，好不好？不是要这个时候了，好吧？太晚了，一点多了，你们疯了吧？真是的，那么晚了，谁来看我直播了？我觉得那么晚还有那千多人看我直播，那些嗯，肯定就是已经是不是一般人的等级了。这时候我顶多只，如果我在宿舍的话，我通常都是听到团子的那些王者荣耀，我再也不想听了。我觉得我离开了宿舍之后，最美妙的东西就是再也不用听着那个什么王者突击。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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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哦，解放了！哎，对对，敌方什么？哇、哦，救命啊！不想再听到了。没有啦，成员说东北话，我还是听得清的，对吧？哎，你看来你们也玩王者荣耀，团子会伤心的。嘘，你们不要告诉团子就好了，因为我已经听了一个月了。一个月这个王者荣耀，我就是听着他睡觉，你知道吗？每次睡觉前我必须在我就是躺着快要睡着了，团子关小点声音。我现在都会背啊，真的。举报啥？举报啥？我把他踢出去。禁言，哎 ,OK。是吧，踢出去了，禁言了。会背还是不会玩？禁言失败了，妈呀，还有禁言失败的，这也太厉害了吧，怎么可以禁言失败？他是跟代王有什么 PY 交易吗？听着辣条的声音是以前五楼的时候，现在搬到八楼了，真的禁言失败了，好厉害哦！为什么？是什么回事？啊！我好想现在试试把别人禁了，看看是我的问题，还是那个人真的浪客？浪客是什么？浪客是代表一些什么东西？浪客是代表就是 VIP 之类的吗？就是特别装备，什么白金装备之类的东西吗？反弹是不是？反弹，然后我被禁言了。再反弹，好，你们被禁言了。哦，另一个软件进来的。哦，所以另一个软件进来的，我就不可以禁言了。这种不是我 control 的感觉有点不爽，不行，我再试一个浪客禁言一下。我试一下啊，来来来，如果不小心啊进错人了，你们就等会儿。成功了，成功了吗？好像成功了，成功了吗？我、哦、还是失败了，还是失败了，失败了，没关系啦，什么都没发生，对不对？我也没禁你啊，我只是配合一下嘛，懂不懂吗？我们偶像和小粉，我们偶像和粉丝们要配合的嘛，对不对？互相配合才能获得良好的成长，对不对？没有禁错啦，对不对？就是反正没有禁 ，OK，OK。Okay, okay.不要玻璃心啦，帮你粘回来。我看得见啊。互相伤害啊，哪里互相伤害了？整天都是你们刻薄我，然后我一个人抱住瘦瘦的自己，一个人自己取暖好不好？真是的，我没有进啊，我没有进人，我没有进人，我好像。我不经常拉黑别人的，哎，大王来了，大王好，我是不是要关直播了？对，禁言失败了，哎呀，你们谁去找大王？谁去找大王？
高涨了，就是，对，禁言失败了。嗯，我是不是应该乖乖的？这时候我应该乖乖的。对，禁言失败了，对不起，被你们发现了，好可惜呀、啊！禁言失败了，所以大王，你是不是和那个人有什么 PY 交易啊？好吧，我是不是要关直播了？嗯，对，就刚刚有个人刷有些那种啊，就是番薯的颜色的那种广告，就然后我进不了他，就是这样子。这么晚了，就我一个人开直播了吧？其实不管的，对吧？我该休息了，好甜啊！这人肯定是白薯的。突然不刻薄了，我都不习惯了，好不好？可是番薯的心是黄的，而你们也是黄的。对啊，你们突然不刻薄了，我都不习惯了，好不好？就我开直播，你知道我是很困的吗？哦，因为你困了，所以我就该休息了。什么鬼呢？虽然我很困了，可是我还没洗澡啊，水没滚。记牢。我突然想到，会不会大王在看我直播呀？我现在心情有点微妙，你们懂吗？心都是阿彪的，那会很黄哎。也不是这样子啦，对不对？我后悔了，对不起，当我什么都没说过。我感觉我今天说错了很多话，而且还没来得及忏悔。深夜嘛，深夜就要开车的嘛。然后大王到时候说什么，我违反了什么那个条约规则，不能开车哦，我们要文明直播哦。到时候大王把我拉黑了，我就不能直播了。我不是皮肤不好，我只是现在没有卸完妆，一塌塌的，一坨坨的。OK， 深夜发福利，我也想发福利啊，我没有福利能发。什么会不好啊？你像我妈皮肤都好，对呀、啊，一坨坨的，那形容错了吗？一排排，一打打，啊！有文化，我妈啦，旁边是我妈妈。打个招呼，你要吗？三二一，哈，你好，你们好，就这样，好 ，OK 了。啊，比完了，我赢了 ，OK， 不要说话，反正赢了就好。妈妈好，妈妈好，还什么妈妈？叫妈咪啦。晚上好。估计啊是折腾累了，你看这两个。哎，你们怎么知道我没电了？我刚刚以为是，你知道吗？我刚刚一关的时候，我以为是大王把我那个给关了。然后对，就是没电了。既然这样子，我们不如顺水推舟吧，就是和你们 say 个拜拜。拜拜。不要。
哎，你们刚刚还催着我睡觉呢，现在又说不要，哎，你们真的很烦哎，你们就不能统一一下那个意见，然后告诉我你们想要什么吗？除了大光明。真的没电了，我现在所以趴在这里然后充电。明天再直播呀。我什么时候说明天要直播了？电台对吗？电台好好好，那满足你的需求，明天看着办，看着办，懂的。今天还好了，因为今天有点困，主要是明天直播，明天不直播看别人，我明天看电台 OK。 我也以为我被大王灭了，没想到原地复活，还是半血的吧，还没到满血。不要放鸽子啊，我告诉你啊，我叫彪哥，就是那个哥，没错，就是你们放鸽子的哥。又来了，真是的，只有我有放鸽子的权利，你们什么时候可以放我鸽子呢？真是的。为什么重开的直播好看了？什么鬼啊，所以我刚刚是很丑吗？然后你们没有告诉我我刚刚是长什么样子，我不敢回去看我的回播，因为我不知道我素颜上镜是怎么样子的，我好怕，你知道吗？我妈不是经常被我割了，我们是好吧，是的。不是很想承认啦。刚刚真的吗？我刚刚真的很丑吗？哎，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的很过分哎！你们应该告诉我刚刚什么样子啊！哎，你们不告诉我的话，我真的不敢回去看了，真是的。掉粉了吧？什么？哦，我下次不卸妆了，我好想恨不得现在化回眼妆。没有刚刚很好看吗？真的吗？哦，满嘴虎牙，真是的，你们这个番薯很黄哦。刚才是美女，讨厌啦，我们出坑，刚刚出坑的，现在回坑了吗？谢谢，我也觉得我很好看。嗯，化妆的时候一直在坑底啊。哎，我觉得你们晚上比我平时，我觉得你们就是现在这个时候发的弹幕比我平时发的弹幕多哎。我平时你们都不发弹幕的，我一个人在这里自言自语，你们懂吗？那种感受吗？真的很累哎。真是的，所以就是我之前几乎可以说我电台都是什么一个人跟自己聊天的感觉，然后你们现在发的那么勤是什么？哎，你们是不是和我一样啊？这个晚上这个点才开始喝假酒，然后这个时候才比较嗨一点，是不是？为什么我刚好像发出了一些非人类的声音？哦，因为现在只有我一个人直播呀。哎，那你们大晚上的看什么直播？去睡觉了，去啦！真是的，没假酒是你们假酒好不好？我平时就是这个状态好不好？除了在公演，不如失败。你有化妆吗？现在已经没有了。是啊。修仙之路是没有睡眠，我不信你们通宵啊，真是的。你们真的通宵吗？我不想通宵哎，我要陪你们通宵吗？可是我把你们抛下好像又不太好，可是我真的不想通宵哎，我只是要洗澡而已，我不是要通宵，我本来只是等热水好了就洗澡，你们不要弄到我要通宵啊，真是的。
我还是个乖宝宝，我还是要洗澡的。OK， 对吧？冯潇，我创个记录，你陪我，我不想陪你啊。我真的很困，我告诉我，我可以开直播，不过你们看我睡觉 ，OK？ 这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好不好？你们看着我睡觉。不是黑眼圈，是妆没卸干净啦，卸妆没卸干净。你看现在随便一擦都是黑的。等一下梦游，我不会梦游的，我睡觉特别乖，我睡觉又不梦游，不打呼噜，也不说梦话，对，我睡觉就是最乖的那个。嗯，你刷通宵弹幕，你们疯了，真是的，你们明天不用上班不用上学，你们不用上班上学，我也要上班上学，好不好？就是自学成才。哦，对啊，不要信我了，对不起，我也满嘴虎牙了，有两颗。羡慕你们这些休假的，我休假要扣钱的。弄个机器人发弹幕啊。嗯，你们刚刚说我在那个房间聊天像机器人。哎，也没有很多啦，就对，毕竟大王不在吧，毕竟子切大人每个月的开销最多的就是给我们成员发工资啦。大王不在吧，不在就好，我就知道大王不在。中太乖了，我都说我不放高利贷的，我成员要借钱我就借给他，他肯还就好了。哎，你们真的别爱大王啊。九初十三贵，哪里，我真的不放的。我月收入多少啊？这么好奇啊？欢迎你参加我们 GNZ48 三七生。嗯，就是这样子。就是有时候放出去了我已经忘记了，然后他们突然还我钱，我说你干嘛给我钱啊，他说哦，就是这样子。怎么说男的想去跳舞啊，你可以来到我们的，我们能出入我们宿舍的除了那个保安就我们的快递和外卖员了。算了，还是都不太好啊，还是当就是下面喊 call 比较爽，对不对？张凯奇超绝可爱，张凯奇我最喜欢啊。然后总是就是他们还钱的时候就会突然觉得自己好像获得了一大笔钱的感觉，就是本来觉得自己很穷，然后突然获得了一大笔钱，然后明明是他们欠我们的。招飞勇吗？我招飞勇的标准就是比我黑，找不到了，很好。哎，我这是在自黑。没有啦。那没有。对啊，哎，不要喊地，不要做地藏粉丝嘛。其实就是喊喊 call， 就是说实话，小偶像在舞台上面跳舞呢，如果你喊 call 呢，小偶像会觉得更加有动力的，真的，这是真的。所以其实如果你们喊的 call 的话呢，其实就是我们会就是哎，你们懂的啦。
懂的啦，喊不出来啊，看来是在别的地方喊完了，喊够了，在我这就喊不出来了，是不是啊？距离远吗？还好吧，我觉得我们距离挺近的耶，就是还好啊，我觉得挺近的，没有很远。当舞台是大海一样就好了，你可以把我们当大海，可是别往上面扔大伞啊，谢谢。家离得远，哎，我觉得我现在突然这个发音挺不错的。好啦，应该能洗澡了，睡觉吧，睡觉，听话，听话啦。番薯们听话，你们要是不睡觉的话，你们明天就会变成了地瓜，懂吧？你们今天要是不早点睡觉，就会变成地瓜了，然后就会变成，就是这样子，有区别，有什么区别呢？详情请看我房间里面的聊天记录，有什么区别呢？哈哈哈哈。去看吧，去看你们就懂了。地瓜和番薯有什么区别？懒得看。真是的，不看，我没删啊，我没删好不好？我看起来像是那些会删东西的人吗？真是的。所以呢，早点去睡觉啊。如果不想变成地瓜的话，我还是喜欢番薯的。哦，我真的，我回去要删掉直播，我不敢看了，我觉得好丑啊。聊天记录久了就没吗？所以你们要赶紧去看啊，真是的，快去看，拜拜。继续看，不看、是你们会后悔的，我告诉你们，别看，最好别看，别看了，你们这是看什么直播，别看了，发什么弹幕，我不会看的啦。都说我没删了。好啦，睡了，洗澡了，晚安。